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梦梦姐姐。在听故事之前，我们先一起跟着可爱的毛毛来敬拜上帝吧。小朋友们，等不及要和你们一同来敬拜上帝了呢。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大声赞美我们的阿爸父吧。当我不小心伤害别人，当我不小心欺骗别人，当我不小心嫉妒别人，哦，天父啊，求你赦免我。是上帝宝贵的儿女，我们不仅要彼此相爱，也要活出天父儿女的形象哦。当人也不小心伤害我，当人也不小心欺骗我，当人也不小心嫉妒我，赦免人，我知道我是天父儿女，他绝对绝对不舍弃我。我知道我是天父儿女，他绝对绝对要拥抱我。当我看见天父慈爱手，当我听见天父温柔声。前几天选出了这学期的班长哦。毛毛，是你当上班长了吗？没有啦，是我们班的乐乐啦。梦梦姐姐，你知道当班长是很需要影响力的，像乐乐那么有责任感、热忱又活泼开朗，就跟他的名字一样。哪像我叫做毛毛，还真的全身都是毛。怎么会毛毛？你的毛很可爱呀、啊。不过你太有趣了啦，班上啊有个这么有领袖特质的班长，感觉很可靠哎。说到了领袖，毛毛，你知道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人，他总是名列第一。给你一点提示好了，他总是满满热情，有十足的行动力。热情满满又很有行动力，是彼得吗？嘿，没错。今天梦梦姐姐呢，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位热忱的彼得。一起来听听这位门徒经历了什么，他跟耶稣之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吧。哦吼，好期待哦。小朋友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眼睛看过来，耳朵靠过来，梦梦姐姐要讲故事咯。耶稣的门徒彼得原本叫做西门巴约拿，
他与弟弟安德烈都是渔夫。就在某天彼得和耶稣相遇的时候，耶稣帮他取了一个新名字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彼得。原来彼得这个名字是耶稣帮他取的。不过梦梦姐姐，彼得不是渔夫吗？那为什么会成为耶稣的门徒啊？让我来告诉你，是有一次耶稣在湖边行了一个神迹，并且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彼得就抓住这次耶稣呼召他的机会，撇下了渔网跟从了耶稣哦。哇，原来他们的门徒之旅就是这样开始的。那彼得在跟随耶稣之后的日子里有什么样的经历和故事呢？哦，有很多很多呢。好，小朋友，你们要仔细听哦。在某一天的夜晚，门徒在海中遭遇了大风浪，耶稣走在水面上要去找门徒，因为晚上黑黑暗摸摸的，什么都看不清楚，所以当耶稣从远方走向他们的时候，门徒看见了一个身影，以为是鬼怪，大家又喊又叫。直到耶稣表明身份的时候，彼得就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就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真的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行走嘞。哇，如果是我，绝对不敢踏出去，因为怎么想，这都是不可能的事吧。对啊，虽然到后面彼得因为信心不足差点溺水，但他勇敢地踏出第一步去找耶稣，已经是十二门徒里面最勇敢的表现了。彼得真是勇气可嘉，行动力又满分耶。但是梦梦姐姐，彼得常常这样，好像很勇敢，又好像有点太冲动了。是啊，彼得的特质就是冲冲冲，他热情第一名，发言第一名，行动第一名。但是有些时候彼得做起事来真的是鲁莽冲动，所以啊，他有很多的失误和软弱哦。哦，听起来很可靠的彼得也有软弱的时候吗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那就要回到耶稣快要被抓走的时候。当耶稣知道自己快要被捉捕的时候，他就看着彼得说，今天晚上鸡叫以前，你会三次不认我。但彼得不是很能够明白耶稣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，他便很快地回答耶稣说，夫子，就算必须与你一同死，我也绝不会不认你。后来耶稣被抓走的时候，在一旁偷看的彼得被人认出来。毛毛，你猜猜看，彼得有没有承认耶稣呢？我猜没有。不过耶稣怎么会知道彼得会不承认他？你猜对了，毛毛，他真的没有承认耶稣。后来彼得在众人面前三次否认了耶稣，所以啊，耶稣总是比我们还更认识自己哦。他知道我们的性格，也知道我们的软弱。即便彼得真的像耶稣预言的那样，耶稣也还是没有放弃他。哎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还有去找彼得呢。哦，彼得背叛了耶稣，耶稣居然没有放弃他吗？耶稣的爱也太伟大了吧。那时候非常丧气的彼得重新回到原本的工作，继续当渔夫。但复活后的耶稣找到了彼得，不但没有责备他，还准备了早餐要跟他分享。啊，彼得不当门徒了吗？会不会太可惜了？耶稣没有对他生气，那应该还是可以继续当门徒吧。所以啊，耶稣就给彼得机会问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耶稣一连问了彼得三次同样的问题，而每次彼得都回答耶稣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就吩咐彼得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就是这样永不放弃的爱打动了彼得，让他在往后的日子能够继续努力地传扬耶稣的福音。梦梦姐姐，彼得一生的经历真的很特别，被上帝使用的人即使不是那么完美也没关系。对啊，耶稣赐给彼得这个新名字其实有石头的意思，就是表现出耶稣对于彼得的期望和预言。
在耶稣的眼中，那个鲁莽冲动的渔夫是一块坚固而忠实的岩石。彼得有很多的优点，也有一些缺点。耶稣用耐心和坚定的慈爱来教导他，彼得啊也慢慢活出耶稣对他的期望，之后成为了一个非常热心传福音而且有影响力的领袖。梦梦姐姐，我相信只要我们也愿意顺服耶稣的带领，耶稣也会像对待彼得那样教导我们、爱我们、帮助我们。没错，毛毛，所以认识上帝对我们的心意真的很重要哦。当未来某个时刻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像彼得一样勇敢地接受，并且一直爱耶稣，也更多地传福音。那我要好好读圣经，让上帝的话语藏在我的心中。小朋友，我们赶快来读今天的经句，一起把上帝的话记起来。别忘了经句之后还有很好玩的手作时间哦。今天要分享的经句是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前半段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前半段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手作时间，今天我们要用气球来做一只鱼哦，赶快来看看要准备哪些材料吧。我们先将黄色气球充好气，接着把气球的空气压一压，让里面的空气跑到上面一点的地方。把气球对折后，在中间做出一个熊耳结。在这颗结的旁边，再做一个熊耳结。我们把两个熊耳结转几圈固定住，这样鱼的嘴巴就出现了呢。我们紧接着握紧气球的后方，转几圈打结，做出鱼的尾巴。现在用红色气球来装饰一下吧，把红色气球穿过中间的洞，固定在鱼的上方，手指握好打结的地方，转个几圈。下面的地方也是同样的步骤，穿过中间，然后绕一圈鱼下方的身体，握好要打结的地方，前后转几圈固定住。再来回到鱼儿身体的上方，一样抓好距离，转几圈打结。哎呀，气球的打结过程有一点复杂，不过毛毛相信小朋友们可以完成的。最后的一小节要抓好气球的尾端哦，我们要把尾端的结藏在中心的位置。锵锵，我们今天用气球做的造型鱼儿完成。小朋友们可以按着以上的步骤一起动手做做看今天的手作哦。希望小朋友们今天都有美好的收获，我们下一次再见喽。